演员该换了，一个说剧本太烂了，看他搞笑吗？故事老套啊，弹幕都还没有拉上，他怎么转头跑掉了？狼狈，明明有个好的选择，但是他把舞台浪费。我知道不是他不对，但是他不配。或许 day by day 的训练可以让他放过自己，不再否定，放下，不再隐藏，拒绝，不再害怕，不再让人该死的自尊心作祟。大不了了，不吃这碗饭。大不了了，风轻云淡，到不了的高度我用平常心看，办不到的事情我也感到很遗憾，但我怕他心寒，如果不是什么的那一束光，我早自开。